艾丽莎莎在疫情趋缓、国境逐步开放后，便恢复了以往频繁出国拍片、旅游的行程。日前，她透过 IG 限动分享了自己的旅游小贴士。艾丽莎莎晒出了一份出国必备物品的清单，将出国期间需要用的东西列出16个类别，包括拍摄、办公、妆发用品，还有保养、证件、伴手礼等，都一一详细的写下。她对这份清单十分满意，直呼有了这份表格就不会再忘记带东西了。不过随后她也再度更新限动，透露自己竟然漏掉了刮痧板、面膜以及睡衣，随后马上更新了表格内容。艾丽莎莎也大方的表示会将这份表单上传到频道中，让有需要的网友们参考。超级实用的分享引来不少网友开心直呼，出国旅游最需要的就是这份清单，艾丽莎莎真的好贴心啊。Bye.